男子你一言我一语，互相争吵不停。另一名灰衣男子当时在吃槟榔，没想到吵到一半还抹了一口自己嘴中的槟榔汁，不讲理就随便乱甩。事发在高雄新兴区，根据了解，这名52岁男子一度上门跟七贤路一家佛牌店借钱骚扰，不过说是向店家借钱，男子的态度却十分嚣张，不如他所愿就不断大声咆哮，整个过程被店家录下后铺上网，引起热烈讨论。许多高雄在地网友也纷纷留言这名借钱男子是熟面孔，表示有在街上看过这个人，甚至也有被他借钱的，造成大众困扰。警方也在26号晚间7点多把男子带回派出所调查，后续将依涉违法移送法办。